在我们马砂锅的部分呢，我们是用油层，然后来结合跟在地的渔民、农渔民来做结合，那可以直接的对游客销售，增加他们的更多的收入。那我们养殖业者现在目前配合最多的就是蚵仔。好，那蚵仔部分，我们楼上我们三楼马砂锅还有做一个烤客吃到饱的活动，然后来搭配油层，那也让游客呢体验了一些串蚵壳的 DIY， 还有怎么教他们去挖牡蛎的过程。咱新东社区吼，有那个咱这生理合作社，啊，甲农民有去制作咱的杂粮，啊，有红豆、黑豆、麦啊，嘿，咱阵政府有用心地推广这杂粮。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台南市农业大事。为了让农村社区能有序发展，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参与农村再生计划，以社区为单位培育农村社区居民，在环境改善、产业发展、文化保存以及生态保育等议题上共同讨论推动，期望透过在地居民与政府携手合作，整合农村区域观光发展，让更多游客体验农村旅游的乐趣，也能提升当地居民收益。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农村再生可以让我们农村，会让我们农村更加多活力，更加多趣味。你也看，咱青寮这个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刚刚台南市有足多农寨的社区，希望拢会当予农村一个新的风貌。阁不管是农村内面的基础建设，还是软体，把这个产业的文化给带动起来，我想这就是上大的目的。真感谢水务保持局，真感谢农委会，咱农业局一定全力和咱的临时配合，大家做点努力，会当予咱的地方，农业，农村农民，生态，这个生产生活，拢会当生根，伫咱在地，食在地，食着时，这是上重要。我想，而且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当来到这个成果展，和咱的成果，和大家拢看到，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议会第三届第十次的临时会，上午伫个英华艺术厅来召开。上午的开幕式，首先审定艺术立场，确定对十二月十三开到十二月二日。这届临时会将审查市府所提总共九件垫付款案，甲一件的会务案。总金额7,776,600元，其中包括教育部补助青山国小等48间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运动操场加周边的设施整建3,2500万元，因为拢具有时效，全部交由大会联席审查。而接续还有111年度台南市总务省加附属单位的预算案的联席审查，后续还有4-5天。如果到十二月二日无法度全部联审完毕，伫个十二月二日最后一天的议程结束以后，嘛将继续进行111年度台南市总务省加附属单位预算案的联席审查议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陈廷辉每礼拜六骑 T 八宣传公道无同意，对十一月十四下夜出发，第八天来到永康，也是最后一站。在和上午，陈立伟、第二员陈秋平、蔡秋兰、陈丁等一个支持者的陪同来到永康火车站。民进党启动无注意潘新团嘛到场致意，大家做伙将骑过大台南各区的地图导起来，向前37区正式完成，嘛寄望公投4个无同意案会当顺利过关，坚决守护台湾。
辛苦，尤其咱在地游玩、单车皮、大车那个骑游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部的朱立，尤其咱在地游玩、单车皮，四个不同意。林总统已经下了动员令，我们每一位都是候选人，候选人就是要拉票吼啊，所以咱来邮票，邮每一张啊，填台湾的票，拜托伊一定爱在12月18出来登咱的高东椅，四张高东椅，咱让台湾更加有力吼。陈廷辉指出，经过四礼拜用骑铁马方式清理基层宣传。对一路上民众热情的回馈，明显感受公道义的气势有慢慢积起来。不过其实热度也无悬，所以最后这七天关键的阶段，将把任何当宣传的机会，用上简单的方式向乡亲说明。我有乡亲一人有四票，在12月18投下四张无同意。台南新闻公职采访过的台南交通罗立门新北庙11号举行安置49年庆以及天上新北祭奠仪式，由新北庙主委王建营主持，包括议长郭信良等各界贵宾陪坐。上午10点，伫优雅祥和的国家演奏声中，完全依照古礼向妈祖上香，迎三跪高叩首，场面庄严隆重。对1978年第一届举办天上圣母祭典时行观摩会以后的备受好评，虽然每一档都会举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今年也邀请全国500间邮局、交汇局有6000多位代表参加，并且会设开650桌，共同来庆祝罗立门妈安置49年的盛事。啊，罗立门新妈庙啊，是一间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啊。哦，阮今仔只大家是第三次重建。哦，阮这是从啊北京紫禁城，今仔日是40周年庆，哦，第三次重建40周年庆。啊，阮来大家向阮妈祖啊来祝寿。哦，你啊看，阮今仔日哦，看到随着周朝的鼓励。来咧了进行，哦，把阮妈祖进迄落祝寿安尼，啊，甚至阮今仔日因啊，哦，邀请咱台湾省，哦，加一寡友军啊贵宾来，总共有办啊落650桌，啊650桌，欢迎哦，大家来遮，哦，新埔庙罗立门嘛，啊，比如啊，哦，恁大家当大赚钱，啊，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交通罗立门新北庙虽然经过400多年来变迁，不过所有祭仪拢依照传统，嘛所有信众拢相当慎重，共同来向圣母上香祈福。咱新闻本集采访完毕。台糖中营酒店庆祝17周年的尾声，在此特别邀请惠州国际学生再来精彩歌剧演奏。马古哥2022年将提出惠州创意料理，都是这群学生把中营亲手在一个龙山麻糍三合饭店。就此选择西龙教育，本店总经理表示，因将持续提供公益的平台，为环保主人家优秀地球种植回心莲。因为小时候7岁就开始种田，对这个土地相当的爱心。那今天我觉得是说，台南长荣酒店是一个，哦，我想应该尽到企业社会责任。那我们也希望，哦，透过，哦，那这社会责任，当然帮很多，包括帮助弱势的团体，这个部分就不止一例，包括心灵讲座，希望透过讲座心灵来让呢这个社会更和谐。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希望为什么就是说重回甘蔗田这个意义，让我们知道大家去回甘回想。哦，那我们必须怀念过去这些累积出来，也许土地孕育出来我们的生命，才这么的源远流长。会长陈市副市长嘛亲自到场，肯定饭店都是社会企业责任，努力推动有机、友善甲创意幸福生态用心。特别把这些精致的，不管是我们的有机农业跟我们的食材，做了一些很
精美，甚至会当做豆菜哈。我顶边会给你一起做桌菜哈，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民众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这场幸福工业奇迹的最后一回，以重新回到甘蔗园地作为主题行动，会让看到一个正呼呼的青龙，加真济特色店家拢到场摆摊，产品多元丰富。希望传达大家走出咱土地当中幸福回甘的单纯加美好。今日新闻，军旗蔡金波的。好用都社会福利组成事业基金会创办人侯国明，登记到台南北门的故乡，发放534万的当年慰问金，总共有2421位北门将军以及客家区的弱势民众得到帮助。侯国明创办人表示，基金会已经连续11冬在北门区举办当年慰问活动，这届慰问金发放的对象。是真三个区的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希望借此会当抛砖引玉，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弱势民众渡过难关。这个运动我是希望会当推广啊，来到这个社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企业家应该是爱吼，叫这个每一区的乡镇吼，会当来办这个冬令救助吼，而且这上有意义吼。应该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帮忙这需要吼帮忙的人，尤其是这冬天到，咱更加爱予伊温暖，这是咱社会人应该爱做的吼。今仔日主要是抛砖引玉吼，我来推动这个运动，伫来予咱的全台湾大家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推动这个活动，冬令救助的活动，希望哦台湾各界的企业界能够吼来。共同来办这个每年的12月哦，冬天一到，我们就办冬令救助，这样好不好？哈、哦，希望大家支持。发放的会场有创办人侯伯明当署长、曾启源、敖丁仔、启源陈坤和，以及北门客家将军等三区的区长，拢出席参加这届活动。陈坤和议员表示，非常感谢侯伯明当署长三位兄弟啊。捐款成立的好用都基金会，在每冬寒冬时节，关怀地方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的身形义举。好用都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以来，发放的善款累计高达2亿3000万。创办人表示，出资社会，用资社会，未来也会持续一直发落去，为帮助弱势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何乔邦彩虹报道。一到岁月，为了关怀照顾弱势族群，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一丁结合台市怀林关怀协会，要共同举办“爱在台南寒冬送暖好过年”。十二号上午，一座白米、沙油、炊烟以及现金礼券等物资拢包好好，堆满服务处，已发送予北区列车低收入户，总共250分。一人看到这些弱势拢真感动，场面温馨。阿哥区长嘛，到场致意，期待将爱心传送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他们这一次准备的真的是非常齐全，除了从我们的日常用品，还有礼券，所以我觉得说他们真的是站在所有的大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立场，而且听说还不止这一场，他们还会马上也要办一个汤圆。然后来关怀更多的人哈。我们服务处平常其实很多的个案都已经收到我们华人关怀协会的帮助哦。那今天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哦，他们还特别募集了物资还有礼券哦，来赠送给我们的低收入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爱心。那也期待说我们华人关怀协会这样子的善心义举呢，
抛砖引玉，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加入爱心的行列。来，来，给我就当哦。来，再看一下，看这边来。来，来当哦。好，好，谢谢。来，我们这个，好，这里哦，两个人的鸟。恢复的啊，我们只是那个冰山的一角了，希望就是说这种举动呢，这种关怀呢，能带动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那个弱势团体关怀的一些援助一些行动。透过我们陈廷威陈立伟，还有我们陈真陈议员的协助，然后梅河的怀仁来挹注我们北区弱势民众的一个物资，我想能够让我们社会在这寒冬之际都能够感受得到温暖，那也期许透过这样子的义举，慢慢带动我们关怀弱势的这个精神。不管是推动爱心，或者是急难救助，特别是疫情冲击的阶段，立委议员结合关怀协会抛砖引玉，都希望让公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台南新闻官及蔡宏博的。专业慈善基金会对民国96年岁末就开始举办嘉年华来变爱心，今年已经迈入第15冬，相当难能可贵。今年甲北区区公所合作，佮整合产业、甲学术界以及法人的力量，推出55个单位，其中有23单拢是非营利单位。在希望帮助弱势同时，也呈现北区社区营造的多元风貌。会中在昆山科技大学和台南青年志工中心的设计，市长夫人并坐在面带贵宾，拢到场坐伫大草坪，享受圣诞野餐的滋味，也共同见证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每年吼拢有一届，南调军力吼在年底的时候都会跟 NGO 团体来做一个合办。那最主要也是让 NGO 团体在今天的日子里面能够展现他平日的创意，那将所得可以挹注到你平常的营运之用。这里代表我们敬意慈善基金会，还有文教基金会、胜利电台、电声电台所有的工作同仁，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开幕式当中，专业慈善基金会由李董事长代表，伫市长夫人甲区长的见证，分别捐赠予临安基金会甲信步社会福利基金会总共20万，来帮助家有孤单老人重病危险。爱心不落人后，好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今年岁月有爱奇迹，除了促进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创造在地人的故事，会中嘛规划圣诞甲北区爱邻里的老人正歌表演来插入现场气氛，希望让这个特色的阿妈你看奇迹，加一份人文关怀甲社会力。甚至北区嘛对大内走马路农场车内无草梗，立好亲子拢来互动，创造趣味回忆。今天新闻官及蔡宏博的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开幕式，虽然议程只确定议事日程，并且完成简单的报告和讨论事项，整个议程短短半点钟内完成。下午继续连续审查111年度总预算和附属单位的预算案。在议程结束进行，议长郭信良也邀请全国的民众，在12月24日。到明年的1月2日，到台南市议会来上会顶。台南市议会将在12月24日到明年的1月2日，共同举办福祉平安、春满喜乐，欢迎所有台南市民来到台南市议会欣赏雷射、灯光、音响、水舞集于一身的活动，欢迎所有全国的乡亲一起携手携手来台南市议会看灯会。台南市议会伫个前年推出小小的灯会，甲旧年台南共好的系列活动，得到民众袂歹的回响。经过这两冬的外观亮化甲立体化，今年更加向新竹招来32组的花灯，包括大灯组有8组，甲感觉的作品16组，目前正伫个议会广场来布灯当中。预计24号将进行点灯的开幕式，欢迎民众做伙来参加。欢迎到市议会看灯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这项展览其实在2015年已经在美国巡回12间博物馆，吸引超过100万民众参观体验。这回第一摆授权到海外，第一站就选择来台湾，透过信宜基金会规划设计，目前来到台南成功参观新天地。在展览一开幕，先安排幼稚园小朋友来体验，会当看到原本的图书绘本拢变成立体化的造型。可以穿上花纱装扮蝴蝶，成为册中各种的角色，来经历一连串动物冒险的旅程，也让家长和团体都急着入游参观，回响热烈。其实把绘本当中的情节把它拟真化，然后放大到现实生活当中，对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其实是会更有更好的一个体悟的部分。对，感都有刺激到的。对对对，而且因为这一次的展区的设计当中，他们不是只有单纯的看，他们会有一些互动跟动手操作，甚至说有一些拼贴，还有甚至一些他们的一些平衡感的部分。所以其实对小朋友，大概对6岁以下的小朋友们来讲的话，其实除了是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之外，也对于他们五感，不管是眼啊，或者是听觉，甚至他们一些手脚的精细动作来讲，我觉得都其实还蛮有帮助的。透过展览，让小朋友相爱动物对故事当中走出来，用装置和绘本结合，生出属于家己的游戏体验，也让这款互动展览的吸引力和其他展览就是不同。当然，基金会也希望让孩子对佚佗当中加以阅读，甚至动手来创作。那这次的艾瑞卡尔好好五重奏，其实就是从艾瑞卡尔爷爷五本经典书跟 Very 有关的书，所衍生出来的立体化、游戏化的这个部分。那这五本书其实孩子呢都非常的熟悉，那也常常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阅读。那这次来体验这个互动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互动展示的设计，让孩子可以动手动脚，打开五感，去听一听蟋蟀的声音，书里面这个泡沫蝉的声音又是长怎么样呢？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对于阅读或者书里面的内容会有更多的理解，也能够读到更深不同的层次。今天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5日为期29天，邀请亲子做伙来体验这场结合科技、工艺和美术的精彩创意。今天新闻君子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